那你们很多观众都问我说，我的真品是去哪里买的？那今天我刚下班，我们就带你们来看一下，就是我的真品那些配件都是到哪里去购买的，给你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就是在那个灾害应变中心，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旁边这边。你坐捷运的话，过来这里坐到101站，大概走路十分钟左右可以到这边。那我大部分的一些真品配件，我几乎都是在杨妹妹军火干妈店买的，就是这边。那你们稍微的看一下。那杨姐现在在里面忙，那我们就先进去看一下吧。那现在防疫期间，就是那我们就扫一下 QR code。OK， 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嗨，杨姐，消个毒。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这边是真的，还有蛮多的真品。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来这边的时候，每次进来，我反而会忘记我到底今天来要买什么东西，因为这边真的太多东西了。哎，杨姐，这个是新的进吗？哦，对，就是这两天才刚到。可是我一到三倍这一支是之前在 FB 有先偷过。哦。对，那就这几天才到的。哦、OK， 我等一下来细细的看一下。哦，我这批有进黑色跟沙色两个不同颜色。黑色跟沙色两个不同颜色。OK， 那我等一下来看一下。好，你慢慢看。好。那在我们看那一款瞄具之前，因为那款瞄具我其实蛮有兴趣的，自从上次拍了那个 Victor Optic 的 S6 以后，就是开始对 LPVO 比较有一点点在关注，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看一下。那我们先带你们 run 一下这整间店里面到底有卖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它整面墙这边都是 Safariland 的 holster， 然后这一面墙就是 MacPole 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包含 MOE 的 grip， 1911的 grip， 跟像这个枪背带，然后跟我们说的丁字裤，还有 stock， 这些都有哦。然后这边也可以特别跟你们讲一下，我之前很多观众在我拍那个 GHK 的 Glock 17的时候，你们有问我说我的 Ghost Ring 在哪里买，那我那个 Ghost Ring 就是在这边买的。 OK， 那我东西先放一下。其实这边蛮舒服的，就是你平常来的时候你可以慢慢一个人在这边逛，那它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不只是有卖就是玩具枪的装备，那它同时这边也是有一些人身布品，包含前一阵子 VFC 出的那个 BCM 的帽子，这边也都有。然后有人问我那个枪箱在哪里买的，他们这边也有这个 Glock 19X 的枪箱，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是真的有卖蛮多的东西，瞄具也是。那现在杨姐在忙，我们等一下再跟杨姐聊一下。我们先边看这次又有进什么东西。其实我每次来的时候真的会花至少三四个小时待在这边，现在有什么新出的东西或者是刚进货，然后就是不够的我们就趁一次把这些东西都买起来，然后回去的时候这样就不用一直跑来，因为真的每次来这边不知不觉真的会花太多钱，这边真的很多东西啦，所以我每次来这边的时候会就是不知不觉除了本来自己要买的东西以外，然后还会额外再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像枪上的装备啊，然后人身物品跟瞄具我也几乎都会在这边购买。大概这个让你们看一下，就是店里面还不错的一间店，我个人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舒服。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就我自己会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今天有卖什么，那我们就等一下见。
telling me to turn around. Fighting for my trust, now you won't back down. Even if we gotta risk it all right now.问一下杨姐，就是最近有进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最近，我最近比较针对在于客人订的东西，哦，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最近有找到一几个牌子的那个就是机，uh-huh. 我觉得还不错。是，哎，是那个吗？对，就刚刚看到那个吗？对，我看一下。像这一组，这个牌子，它其实台湾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高。了解，但实际上我们在国外那边，他的用过的客人的反应都不错，都不错，对，哦，他也是直接可以用在整箱上面。了解，最主要是我觉得他的单价是还蛮亲民的，单价蛮亲民的，他大概落在多少？因为我看他上面是写。那个我看一下哦 ，FFP 的 scope， 所以如果这样大概单价是落在多少？你觉得呢？我觉得如果以 FFP 来讲的话，至少万吧，万起跳吧，就是单镜不含镜座这样子，应该也是两三万块跑不掉吧。如果我们以很知名的品牌来讲的话，当然它的会有破万，了解。但是这一个牌子它绝对不会破万，绝对不会破万，认真吗？认真。而且这个还带镜座，哎。好，我跟你讲，它的价格是7650，才7650。对。是 FFP， 对，一到三倍，一到三倍，然后一到六倍也是 FFP， 一到六倍也是 FFP， 然后一到六倍这一支是。我们自己有做一个，算是说想要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嗯哼。然后呢，它原本里面是附一个镜环，嗯，但是我们是做一个特惠套组。了解。就是、多一个镜座。多一个镜座这样子。对，多一个镜座，然后我会再送给朋友一个这种45度的，哦，45度的鱼骨座这样子。对，这样一套是9600。9600，一至六倍的，一至六倍，那其实不贵耶。对呀，是真的不贵。这样的 CP 值真的很高。它有一至三跟一至六嘛，对不对？那我一至三拿沙色的，然后一至六拿黑色的。好啊，来回去试试看好了，感觉还不错。你看，所以我才讲，你真的不能很常来这里，来这里就是要花钱。但是我们都会介绍好东西给大家，对不对？来，这是黑色的。然后这是它的镜环 ，OK，我们负责镜座，来，我们给你。所以他们也是同一个，对，同一个同一个厂牌的，就是他们家的 ，OK， 这是它的镜座。所以再来一个是我刚刚说的45度的鱼骨座，鱼骨座，对，这是一到六倍才有附 ，OK， 对，好。顺带一提，我们这都有提供原厂非人为跟天灾破坏的保固。哦，了解。你只要有问题，嗯，就是说我可能电池换上去灯台不亮，或是我打一打那个没办法归零，呵呵呵，或是线会跑掉会歪掉，只要是这种不是因为人为造成的，你都可以拿回来，我都可以帮你处理。哦，了解。对，只要拿过来给我，哦 okay，那我就会帮你处理。嗯嗯。那如果说是因为人为因素造成的，我们就是会看原厂收什么费用，嗯，我们就实报实销。哦，了解。我就不会再收后面什么服务费什么费用，就是这样子。哦，国际运费的部分也是，就是以实报实销，了解，是买家自付这样。OK， 那这样还蛮不错的。好，那大致上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两个 LPVO 跟一个 Glock 45的衬裙，然后以及一个。这算弹夹底板，对，弹夹底板，对的，加高的，大的原厂。OK， 那就是你们之后如果要买真品的话，你有看过这集，其实就知道我的真品大部分都是去哪里买的。那这边的地址是台北市信义区庄敬路，然后423巷15，17弄，七弄，
七弄十五号，那在台北人其实你真的要找一间有卖这么多珍品的店，我觉得不容易。包含在我还没开始拍影片之前，要找珍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想到杨妹妹。那这边真的是有卖蛮多很不错的装备，然后跟你比如说你要用到人参布饼，这边也几乎都有。那这边就是杨妹妹君侯干妈店，那你们以后知道珍品要来哪里买，就是来这边就对了。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杨姐，谢谢，拜拜。